五一节就爱倒位，园林议论的陈航沙琪，就来拍五一节琼下高中的发通。啊，文言的发通已经继续的十个人年，大部分高中民众要上赴交流高中的后送医来联络感情。五一节前礼拜六日，园林议论向陈航沙琪、吴世郎、沙琪妈妈，其中同苗前共创保中的，因正大厦都有经验，总会保到有价有价。瘟疫啊！ 所以保安卡卡到位较安全啦。啊，唔明嘅，唔会啦，关西州。啊，了社区里厝长举办呢，现太家落了包含南面，三点是落来了，拢是到进饭店中下加，啊，将落米浆，搁落炒，搁炒素肉酱。 陈航沙琪对面过一百年，其实我同五一节前潘宝忠的发通，发本沙琪民众始终向下联络情感，过节前金宝忠的金大水姑，要上去交流传承事宜。今年疫情无报，今年全都报，雨天一宽，啊落暴雨天搁一宽。大家做补，吼啊落暴安装，啊无使开讲，吼啊无使培养因的感情，吼啊过节安装好些。 哦，啊，因今年哦，包啊多，吼，因都包三十多位安装吼。每道做350床的，有人对半夜三点，一层无限多动作，最后分三批100人分民众，都拿到合适中的过节。下个新闻，李新龙为你报道。